陈占鹏出席无线新剧《廉政行动2016》开镜拜神仪式，占鹏你都好忙下，同时开三套剧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咁但系呢套就廉署就上年都有拍嘅，咁同埋佢其实集数唔多嘅，因为佢都系好似啲电视电影咁拍，电影制作啦，电影嘅拍摄方法啦，即系优导演啊、优礼图啦，咁就会容易就啲时间。系啊系啊，系咪第一次拍导演啊？呢个优礼图。系啊系啊，睇佢嘅电影又多啦，系啊，今次希望即系喺身上学到啲嘢啦，同埋。廉署其實佢嘅製作本身每一次每一輯佢都係比較嚴謹嘅，咁啊希望今次可以比上一次更加好。邱導演可能拍啲電影啦，咁電影個空間同埋嗰個制度、那個尺度都會比較多啲。咁電視劇其實好多時我哋都好想去做一啲嘢，但係又驚收信係咪？咁啊希望今次可以可以做多啲即係喺電影個方向嘅嘢咯。